获启发，希望你们今天会看得很愉快，好吗？啊，建华在里面饰演是一位34岁，就是事业心非常强的男生。哎，我饰演几岁？我34岁，34岁的男生。好吧，好吧。对，事业心很强。拍这部戏当中，这个角色给你留下什么样深刻的印象？大家都知道，就是张默导演的第一部作品啊，然后他是非常用心啊，他是一个女性导演，然后用女性的视角去诉说这样的一个故事。里面其实拍的时候挺多好玩的事情，但是印象比较深是在我们是在北京拍的，然后在-10多度的天气啊，所以是很冷的一个天气拍的啊。大概是这样。好，了解。行，之后的段也好，这样好了。我们今天准备了三个抱枕，这个霍建华的这个头像的抱枕要送给大家。但是没有这么容易拿到。我们现场开放三个问题：第一，一定要跟剧情有关系才有机会送。如果问霍建华你喜欢我吗？不好意思，不送，好不好？来，三个问题，请举手。这里。来，这位这位美女来。你觉得我认为我跟王大陆谁比较帅？这问题应该是他问你们，我这怎么问你问他很怪？大家觉得霍建华跟王大陆谁比较帅？满意吗？这个答案？好，谢谢。你觉得呢？你觉得你更帅啊？真的？那如果今天是王大陆站在这的话，你就会说王大陆？没有，还是霍建华更帅。真的吗？谢谢。好，还有。不行，你要借钱要拍场，借钱我没带钱。因为我是比那个，因为大家知道华顿是刚结完婚嘛，我是比你晚2天。啊，然后我想跟你要一份小小的结婚礼物，可以吗？我身上没有东西。没有，我跟你合拍一张照片。对啊，那怎么其他人怎么办？那每个人都要拍的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送份礼物来，谢谢。第二位举手。那女生好，黑衣服女生，那就是你来。我想请问一下霍建华，我演唱的那个电影名字叫《28岁未成年》，不是18岁就成年了吗？这个问题好啊，这问题很难啊。28岁还未成年，对，他这个是里面有一个28岁的身体，然后回到了18岁的灵魂，所以。是17，因为才了解，所以他才会叫28岁未成年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来，最后一个问题，举手。